全体运动员立正。宣誓，我们以热爱运动及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参加学校运动会各项竞赛，并遵守大会一切规章，服从裁判老师的判决。警示运动员代表胡雨婷，中华民国100年11月19日。我们一直爱运动，甲赢袂骄傲，输袂失志的精神，参加学校运动会各项竞赛，并且遵守大会一切规定，服从裁判老师的判决。现场的奥运通赢唔杀平，输唔失志的精神，参加好教运动会大通比赛，并遵守太会一切规章，服从裁判欣赏的判决。运是运通员代表苏彩婷，中华民国1891年19日。We are here today with passion for sports. We will be a good sportsman. Win without pride and lose without frustration. We will abide by the rule and do our best. 全体运动员，稍息。四位同学表现非常优秀。